么了？就是我这出来这身上啊，帅哥，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忙着呢，忙着呢。不帮，谢谢啊。你好，美女，美女，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呀？怎么了？就是我这出来这身上钱没现金，然后手机也没电了，你看你能不能借我30块钱？我一天没吃饭了，也没办法回家了。嗯，不会是骗人的吧？我骗我也不会骗你30块钱，遇到困难了，你看你要能帮的话帮我一下。我兜里也就只有100块。你兜里就这100块啊？那你要放心的话你借给我，我去那边换一下，换完之后剩下的我给你拿过来，好不好？好，可以。行，那太善良了，美女，真的，我真的遇到困难了，我刚问了好几个人，没有人愿意帮我，我去给你换开啊。真的你太善良了，我真的太困难了，那就先去了啊。哎，美女，是这样的，其实呢你有没有看到我这边有一个隐形的小摄像机在拍摄，你介意不介意？嗯，不介意。不介意啊。嗯，我能不能问你两个问题啊？问吧问吧。就是你为什么要愿意借给我钱，愿意帮助我呀？人都有困难的时候吧，我觉得这是赠人玫瑰，手有余香嘛。那你在这做什么呢呀？我就是一个宝妈，在家里就带带小孩，然后也没有工作，然后就。啊，你在这附近住着呢吗？对，我在晒太阳，今天出来晒太阳。晒太阳，行行行，那你太好了。这样，这个钱你就拿着，然后我呢，其实就是做一个街坊，然后每天看看有没有善良的人愿意帮助我。我想问一下你目前有没有什么没有解决的小困难或者是小愿望，我能帮助到你的。我最近因为我是带小孩的嘛，啊，小孩子我想给他上网课，但是我家里又没有平板电脑也没有电脑之类的，然后我就觉得想要拥有一台平板。想要一台平板，既然你刚才善良的愿意帮助我了，我帮你把这个小困难解决一下。真的吗？我只是说说。那只是说说啊。嗯，对，没事，我每天都会帮助一些善良的人解决一些困难，没事，你先接电话。嗯，我这些东西都也挺多的，既然你说了，我正好车上有，那你等我2分钟啊，你不要走，然后我去给你取一个平板，可以不可以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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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那你等我一下啊，我去给你取一个。美女，美女太善良了，然后我给她取个平板，帮她完成个心愿，正好车上有，给拿个平板吧，过去给美女。走。哎，美女美女，这你看这个平板你喜不喜欢？真的呀？对，我刚车上有，我车上这些东西都不差，然后我给你取了一个。可是这个太贵重了，我觉得像做梦一样，不像是真的。没事，已经到你手里面，对于你来说可能比较贵重，但对于我来说这不是什么事，因为你善良的帮助了我，所以说这个是你善良应得的啊，我为你的善良买单。